大中华区最赚钱凯悦西酒店，客房推门而入，维港两岸美景扑面而来，海景大包大揽，左手 IFC， 右手 ICC， 香港主要标志建筑一眼便可纳入眼帘。这就是凯悦集团在全亚洲的塔尖之作——香港君悦酒店。君悦英文又称 Grand Hyatt， 其中 Grand 一词可谓一语道破了君悦的品牌基因。Grand 意味着大体量，更有宏伟壮丽之意。于是，在香港君悦的大堂，高耸的云石立柱，典雅的旋转楼梯，剧院式的华美穹顶，还有穿插其间的厚重青铜器与巨型花艺，演绎的是欧陆元素与当代中式的碰撞与融合。君悦红将通往客房的走廊渲染出热烈的中式韵味，又配以一整面现代装裱的黑白照片墙，巧妙地平衡着古典与时髦。翻新改造后的客房已完全没有旧酒店的颓败感，依旧延续着中西交融的居庭美学。客房呈纵向的布局，洗漱区和衣柜夹道而立，穿过卧室，镜头以两把中式木椅和方桌围拢出一个颇具东方气韵的角落，这里自然而然成为整个空间的点睛之笔。卧室铺设了大面积的原木色，整体素雅大方，相较于酒店价位，迷你吧显然太过简朴。浴缸与卧室直通，可以实现海景卓浴，在浴缸内也能欣赏维港美景。遗憾的是，楼下工地晚上会有些许噪音，略微影响体验。酒店还用泻湖泳池和热带植物在露台营造出一个海岛度假的场景。在钢筋水泥的香港，这里宛如都市里的绿洲。30层的嘉宾轩酒廊非常阔绰地用了2层的挑高，配合着全景窗打造了一个无论景观还是尺度都同样可以说是 grand 的嘉宾轩。晚间欢乐时光的出品少而精，热食不多，以佐酒小食为主，香槟、烟山文鱼等管够。我是派克，我们下个酒店见。